所以刚好这个随身贵重物品其他行李不用拿啊。明天基本上是下午要到下午三点钟之后再回车。嗯，沙漠我那边是干嘛的地方？停车是不是停在这里？停车场里面。你不好搬给你们，那个坑空多，他们看着多么难。不，我就在这里，下岗就把他们都照顾好。你去啊！我在这里等你们吧，中午吃饭我自己解决，好吧？你去啊，几点都不去啊？那我单子都签了，我们。没事没事。进来的还不是你可以这样，应该一直去到龙津西头去看，龙津西走路比较少。